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姐姐，我就说你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们平时不听，就咱家这款香薰艾条啊，谁是花 9.9 买的50根，那您可能是买贵了。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啊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个链接啊，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。厂家呢是 9.9 啊，给咱发50根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2块钱的优惠券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 7.9 啊，给咱发50根香薰艾条，并且呢送两个小底座。咱家这个香薰艾条呢，它是纯植物制作的，点燃之后呢散发出淡淡的艾香味，成分温和不刺鼻，像咱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都可以放心使用。而且呢它是一款四季艾条啊，不单单光是夏天可以用，咱春夏秋冬每个季节啊都是可以用的。就光这50根啊就够咱用好长时间了，像咱家里的厨房、卧室、客厅、卫生间啊，隔三差五呢都可以熏一熏，温和不刺鼻，特别好用。而且呢它是不分任何场合的，咱室内室外啊都是可以用的。关键呢今天的价格也是太合适了，今天老弟是下单直接给您挂一张2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 7.9 啊，给咱发50根香薰艾条，并且呢送两个小底座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 7.9 给咱发50根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